苏丽老师，您看一下，喜欢哪件？都行，就是一个电影的首映，简单点就行。好，那可不行，来帮你。老婆，我觉得这套特别适合，既大方又不会抢女主的风头，你觉得呢？就这件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定这一件了。好呀，好呀。那这个地方有点褶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。好的。苏小姐，你老公真的很爱你。一般我们女生在化妆的时候，很少有男人这么有耐心的。是吗？老婆，真美。真的好。老婆，真美。走吧。最近的新戏真的太好了，肯定会大卖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们导演是吧？没问题。导演，你好，我特别喜欢您的作品。有没有？谢谢。是吧？嗯，夹到我们晚上去吃火锅，对，庆祝一下。啊、不，不吃了，不吃。火锅少，我请客。是吗？啊，羊肉有意思。导演，哎，好，那我们哎，苏老师，恭喜恭喜啊！提前恭喜你票房大卖。谢谢，恭喜啊，导演。一会儿电影结束别走啊，你订了位子，吃宵夜。我跟舒恒一天没吃饭，就等着您这顿呢。嗯，苏丽姐，你也来啦？莹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没看见。不认识。导演，这是我的好闺蜜陈莹莹。导演最近肯定很忙，没空吃瓜。真的闹了好大一个乌龙，舒恒跟莹莹被传了一个绯闻，你说好不好笑啊？现在的假新闻简直是无稽之谈。那些无良记者，人家莹莹可是有男朋友的。导演，他们等你很久了。好。先忙，导演先忙。莹莹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你男朋友呢？不会是因为绯闻然后吵架了吧？没有，他今天没空。怎么又没空？难不成见不得人？你告诉他，找男朋友也是要见女朋友的闺蜜的，是吧？舒恒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改天我带他见你。改天是哪天呀、啊？我最近都有空，你跟他约时间，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。哎，老婆，电影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行，明天走吧。嗯。